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hilly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就是面前这一款 LV。咁大家睇佢呢个形状都知啦，佢系一个月牙包嚟嘅，非常之可爱啊！而家咧非常之流行呢一款嘅腋下包咧，咁佢都非常贴心地咧做咗个长带，可以做翻个斜孭侧孭，即系有啲客人咧，佢平时衬衫啦就唔一定系，即系可能个袖比较大啦，唔适合做腋下包嘅时候咧，就可以用长带做翻个斜孭或者侧孭嘅。咁而佢呢一款呢亦都係用咗个全牛皮嘅设计，令到佢呢望上去个质感呢非常之光泽嘅。咁佢做咗个压花嘅经典 logo 啦，同埋呢啲嘅花纹。咁佢全个袋嘅袋型呢，除咗似一个月牙之外呢，咁佢亦都係做咗个颜色通呢，係金扣去衬托返佢呢个嘅黑色皮。咁细节位置亦都会系有 LV 嘅 logo 嘅。咁睇佢个袋仔细细啦，其实咧佢都非常之容量大嘅。咁睇翻佢个底嘅宽度啦，亦都系非常之厚实嘅。双面用都 OK， 都系佢 LV 嘅 logo。咁肩带唔用嘅时候咧，可以拆卸啦，亦都系或者系放低佢，就直接配一条长肩带都 OK 嘅。转头示范一下俾大家睇睇。咁而家先打开入边个袋俾大家睇睇。咁佢呢个弧形嘅设计咧，你见佢拉咧都非常之流畅嘅。咁可以反开去睇睇。咁入边咧系用咗个麂皮嘅设计，非常之软熟嘅质地。咁而佢亦都有个贴袋，咁可以方便放翻啲即系可能放散银啊，或者系八达通啊，方便攞嘅物品。如果唔想个袋挂花银包啦，可以将啲锁匙放入去都 OK 嘅，有少少嘅分隔啦。啊，咁啊容量非常之大啦，咁啊适合放到好多女士嘅用品啦，例如粉盒啊、纸巾仔都 OK 嘅。咁而家示范一次俾大家睇睇啊！咁佢呢个腋下包啦，可以系咁样，亦都可以加翻条长带，做一个斜孭或者侧孭都得。咁佢条肩带咧，亦都非常之贴心嘅，做咗唔同嘅长度。咁適合唔同高度嘅女士啦，細節位置亦都會做翻 LV 嘅 logo 喎，非常之細緻啊！咁而家先試一個側孭俾大家望一望。咁佢肩帶咧可以較長少少，做到斜孭都得嘅。咁我而家較最長嘅位置示範一次俾大家睇睇。咁如果长带嘅话咧，可以做到个斜孭。如果呢个手抽位置咧，而家如果唔想用嘅话咧，系可以拆卸嘅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大家都对 LV 呢个手袋情有独钟，就可以过翻嚟尖沙咀门市揾我 Chilly 购买，亦都可以下载 APP 购买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短片，记得like 同埋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